志玲哥什么时候会开演唱会？我很想呀，可是还是要看那个实际的情况。希望疫情快一点过去，那马上就可以计划筹备。问还会回到 TVB 拍戏吗？如果有好的剧本，一定会回去啊。始终我也是在 TVB 有很多回忆在里面 ，TVB 是我的恩人，对。跟谁打麻将会让你觉得畏惧呢？害怕，我真的没有人害怕。今年马上要报春节的假了，你打麻将你会从农历28打到初三打个不停吗？我相信不会，我相信会打更久。对。你现在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？海南鸡饭啊，因为在海口那么长的时间，应该已经吃了100顿海南鸡饭了。对。网友问你过完年还会不会出现？因为最近在疯狂音乐，该不会过完年就找不到你了？不会不出现啊，过完年马上就要进组拍戏了，所以会有更多的作品会出来。网友说，如果明年有姐姐的第三季，你会推荐亮亮姐来参加吗？那当然会啊，我一直暗地里叫她你去啊，你去，她就说哦不行不行。哥哥不是她让你来的吗？对呀、啊，可是他自己就很会躲那种东西，就是不看你啊，然后做别的事情啊，好坏这个人。2022年有没有什么想完成的小目标？我希望自己能够真的努力去健身，因为现在太瘦了，我觉得自己。和亮亮姐的跨年之吻有下台补上吗？那个跨年的时间呢，因为它是有一点点延迟的，所以刚刚下台的那一刻刚刚好就是12点，所以是不是补上的，是刚好。最后一个，想要新年用一个姿态给粉丝们一个两个 pose 吗？好，1、2、3。